哇哇！怎么一直掉下来？对呀、啊，真的很烂耶。烂，哼，烂，怎么烂？对呀、啊，我再用一次。但是这个翅膀里面有一点烂掉，所以不会飞。那你电灯要关掉吗？好，电灯关掉。好，你给它抓住在这里就好了。哦、哇，你的手怎么用下去打它会很痛哎、欸？要小心啊！哦，好，不要弄到手哦。哦，哇，你拿在手上，哇，又飞走了。它很会飞啊！这样太危险。小心！啊！哇，又撞到墙壁呀、啊！对啊。又自杀了。对啊，自杀是什么？自杀就是他自己跑去撞墙壁的。他好像是蜘蛛人，那啊啪！啊！太好笑了吧。对呀、啊。啊啊啪！哇，他怎么这样？怎么样？他怎么样啊？等一下又要转了，然后又打到你的手了。Hello， 哇，Hello， 开电灯吧，它怎么坏掉了？哦呦呦呦呦！好，小胖哥，开始吧。这样太危险，哇，又掉下来。打败巨人拼。晋级的意义吗？晋级的巨人。晋级的意义。我想聊聊那个。因为他跑到那里去了。要给他关掉。对，就按着。好。高举。晋级的巨人。小心哦！哦哦哦！他如果飞过来，你要赶快跑哦！哦。哇，这次飞很久哎！呜呜呜呜，小心，小心它来攻击！哦哦，这次你要跑去哪里呀、啊？你要跑去哪里呀、啊？哦，它赶快飞到上面去！快点，快点关掉，我不要玩了，快来帮忙！晋级的意义哦，你给它挥，它就飞起来呀！哦哦哦，哇！掉到地上去，哇，失败。